那个椎间盘突出，第一个要先放松你的腰部，两只腿弯弯的，左右轻微的摆动，两手放在腹腔，尽量让你的腰椎放松。平常在你的腹腔这个地方要多吹吹揉揉、搓搓揉揉，因为这个地方的肌肉假使松弛，你的腰椎会跟着会走位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就要把整个脊椎让它放松，也让它自动矫正。两脚还是一样微弯，双手不能交叉，完全的放松，脚不要离地。这时候你的右手转这个方向，绝对不能放在这里，这样你的肩膀头会起来，这样就没有用。手也不能超过你的肩膀，这样你头颈部也会起来，也没有用。一定要在你的大约45-50度左右，这样完全放松的，颈部放松，头部放松，胸部放松，腰椎放松。往这个方向同样的很轻松的放下来，这个动作可以把全身的所有脊椎全部自动慢慢的归位，但是务必你必须是全身完全的放松，所以放松才是最好的治疗，这是治愈的精神。这个动作做越久越好，你是做10分钟、20分钟、50分钟、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越久越好。有一次，一个腰椎受伤28年，西医终于脑塞都是医不好，我叫他做这个动作，他完全两边都不能动，我叫他做这个动作，连续做2个小时以后，他腰椎自动慢慢归位。在叫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很轻松的腰椎椎盘他自动就归位了。但是这个动作我不会叫有问题的人马上做这个动作，你还是先做这个，让他慢慢的去归位，让他慢慢的去归位哦。做完以后，这个都还不要做，先做这个动作，两脚勾起来，手肩贴地，膝盖不能离地，用你的髋关节力量记得脚跟要前后这样移动啊、哦！你做了10几次以后，接着你可以把你的脚盘往下压，还是一样。这个动作刚开始做的人，你的脊椎有歪曲的人做起来很不舒服，但是越做越舒服。为了避免说有些人一做下去马上会抽筋，那你就这样做，脚往下压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往上勾就马上弹换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换哦。你这样连续做几次以后，然后到往上改变的姿势，等做习惯以后，慢慢把脊椎到颈椎整个两边的间距慢慢拉松，
拉正以后，你自然而然你会做，哎，怎么越做越舒服哦，也不会抽筋，那整个血管300多条血管神经完全畅通哦，这个动作是最棒的之一，整个脊椎哦打通神经跟血管最好的方法，因为往下压跟往上勾压的部位不一样。往下这边是阴面，整个脊椎它分一半，上半身是这边是阴面的，那往上脚圆往上勾是拉阳面的，就背部这边，所以脊椎两侧算是圆圈，但是它有分上跟下，所以你要用靠你的脚背来去把它打开哦，这样很舒服的。当你全部打通以后，你会变得很舒服，哦，越做越舒服。好，接着你去做这个动作，上半身抬起来，左右晃动，慢慢下去，然后头贴地，还是一样，好，慢慢起来。慢慢下去，慢慢起来，慢慢下去，好，换脚，你怕这样坐一步，你两手贴地，慢慢下来，脚在地，打分在地上磨接触，慢慢起来，慢慢下去。好，一般来讲，我们虽然会出问题的人，其实最重要问题是在你的髋关节弯。那髋关节你就参照我们前面一章讲到髋关节。那另外我再做一个特别的加强的部位，就是腰部这里的肌肉，胃椎盘有问题的人，他脾脏脾筋一定是堵住的，他这边的肉一定是松垮的，所以脾开窍一口显现在肉，肝开窍一眼显在筋，所以筋跟肉一定要柔软，要 Q， 所以平常一定要学习做这个动作，身体上半身能够完全趴下去，哦，两只腿一样，还是一样，膝盖不要离地，两手脚拉开，身体慢慢的轻轻松松的慢慢的接地。好，这里有个秘诀，有些人做了半天还是压不下去，其实讲出来就很简单，先把肛门翘起来，小腹往前推，然后整个背部拉平拉直拉伸拉高，然后慢慢往下压的时候，你这时候用瑜伽放松滑，不要用硬压的，吸吐，当你吐完以后你就自然让它放松下去，吸吐，然后慢慢放松下去，吸吐，慢慢放松下去，吸吐，吐完气就慢慢放松下去，慢慢做，照理讲不用一个月就可以接下去，当你腰部跟腹腔的肉夹层能够很 Q 的话，你椎间盘就一辈子不会歪曲，就是你这样这个肌肉松垮掉了，哦，慢慢的吸吐，慢慢下去，
记得你的背部尽量压平，它就很自然的能够下去。你这个动作，每一个人每天都去把你的腹腔、腰椎的肌肉弄 Q， 因为这里是人体所有的能量都在这里，交感、副交感、总枢纽也在这里，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去非常 Q 哦，下去，很轻松的、慢慢的下去。尽量把人拉正，头尽量碰到这里，头不是碰到这里，头尽量往这边延伸的时候，你很自然就可以压下去的，哦。好，当你腰椎做好了，接着要弄肩膀跟颈椎这边，这边你可以学一些乌龟动作，做的是很简单的，手放在地上，屁股着地，不要起来，看看这个头像不像乌龟，头一直往前延展，也可以像响尾蛇一样，拉到极限，上下点头，头一步往前拉扯，但是屁股不要起来。不管是拉往右边往左边，务必拉到极限，再拉回来，两侧要平均。时常做这个动作，你会发现整个脊椎两侧的间距会很平均，不会一边高一边低，一边高一边低，你的脊椎内侧里面的神经血管一定被压迫。